吴阿伯，有啊，什么啊？林变，讲看卖啊！原来剧情的安排，这个孙连以后有三年帝王的福运啊！啊！照安尼讲，伊的名不该转的哦。你也贪白一只个太太的，佮讲摆个只五虎困两丁，你敢知影？摆一个我拢爱困起来。当时叫你来战争的，不是叫你来爱困的哈，你还知影呢？现在咱来用兵出阵呢，帮助金龙呢，叫你煞唔知影，我若太伊孙连的死，我就去叫你来。惊啥物呢？一个孙连你无看到吗？变白如山倒，半年冬啊，派着一个新主白水行倒呀。不要紧，今仔日和孙连先离开，那就代表燕国的魔高人。好，兼职兵马吹一根个拍。你若讲哦，孙连哦，伊有三年的帝王哦，好啦，啊今年哦，你无死，啊搁三年后你也是爱死啦。所以说呢，怎么一个家中有代志发生了？什么代志？烽火困龙殿，炎帝是一定启动了。啊！当时啊，看不着国外困五礼拜。哎呦，他振作的啦！等下吼，咱来个军师来去甲伊真龙报一个啊军名的代志个啦。啊，我嘛就我困一下。哎哎哎哎，水啊，你袂使困嘞！哎，水啊，水啊。